说你呀，都把我那杯泡了一甲子的药酒都喝了，就上吧。哎呀，还管什么好不好？你明天就走了，不要留遗憾，让自己后悔。恐怖片啊，还有那个丧尸片里面都是这样演的。怎么办啊？现在只有我们两个弱女子在家，我们要开门吗？没事，我来处理。好。怎么还不开门啊？妈，你先去躲起来，如果等一下有什么问题你就打电话报警，把房间门锁起来。好，走。我说这样跑来我们家门口，现在一直盯着你不放。我怎么知道啊？你问他啊。哎，你时间晚点赶快喝一喝啦。他这样真的有点可怜呢，又被你用锅子扎到脑袋。你明天就要出国了，干嘛还喝成这样啊？你还记得我明天要出国吗？时间很晚了，你赶快喝喝，赶快离开啦！我没法留你。靖城，我出国前只想再见你一面。靖城，哎呦，你赶快回去啦！你说过你要随便我的，你也说过你不会造成我的困扰。好了好了啦呀，靖城。他都已经醉成这样子了，又被你打到不晓得有没有脑震荡了，我们就再观察一下，再让他走嘛。随便他啦，反正我们就睡我们的，不要理他。反正之后也见不到了。关很晚，你酒醒了自己离开。就住以后也见不到，才不要见不到你。你不回房间睡？不要，有陌生人在，我怕你危险啦。什么陌生人？他好歹也是跟你有……妈，你就是太容易心软，太容易相信别人了，害我也跟你一样。靖城，因为我的鲁莽造成你的困扰，我很抱歉。他捡回来了。是这样啦，不要睡你爸枕头，去拿你自己的。